我有很多心里的话，其实很早就该跟爹说说，可每次还没张开这张嘴巴，爹总是先给我块糖啃着，然后他笑眯眯地看着我。爹说是一切要照爹说的做，是绝对的保证，绝对的保险，绝对的准没错。我竖起耳朵听爹说说，说孩子，我记住你就应该总是乐着，不是皱眉头弄神情假装思索，像如今这样好吃好喝好穿的，是你老子我拼了命才挣到的，知道吗？爸爸，知道吗？说嗨。